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有来上班的朋友有福了啊！我们这个在白果山有十甲地的这个冯颖呢，他带了他们家种的这个芒果，有三种口味的，有三种不同的这个芒果带过来给我们同仁一起享用，而且他也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餐吃什么。礼拜的话都会吃不一样的，非常的期待。好，如果说有咖喱饭或水饺就更完了，哇，太棒了！这次。不错啊，这次的话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料理之一，水饺。你看秦轩一次加了二三十颗，这个他已经吃第二碗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玉米浓汤，很浓很浓，很浓，玉米也很多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韭菜水饺，看得出来吧，韭菜水饺。这个是高丽菜猪肉水饺，然后这个是玉米水饺，看得到里面有玉米。然后这个是。应该是玉米韭菜水饺吧，哇！你看，我没有很晚上来，水饺就剩不多了。好，再晚一点的话，水饺就没有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还有卤味拼盘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素食的水饺。好，这是素食的配料，素食的这个玉米汤。这饼多少？十加啦，这十加。这金红。这金红。金红。红龙。有爱文，看你买几十斤。一斤三十五，一斤三十五，你也量大，一届一百斤，算三十三，好吧？好，大姐好吃吗？一斤三十五，你也一百斤，三十算三十，好，一百斤，可以一百斤，大姐要一百斤，啊，一百斤不？一百斤不多了，大姐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有白果山十甲地的冯颖种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大姐说赞，对啊，很好吃啊。大姐就说她要来一百斤啊。看看六里长要吃几斤。一斤三十五，你要买一百斤剩三十。怎么样？六里长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要先试过一次啊。好吧。去掉再配的。不是啊，你们试太多了吧？试一试，我们没得吃。有没有直接点的？不是，大姐说她要爱文，她不要红龙，这个是金黄。金黄比较多。金黄更低啊。好吧。爱文靠什么刀啊？这个三五啊，这个算是四十好了 ，K 给啊，这剩三十五。三十五。那我没话啊。全部拢三十五。三十五。好了好了，一斤，没有那个很好吃，那个是艾文，是很甜的。这个是有芒果，比较有芒果味道，比较酸一点。对，你觉得如何？艾文你觉得如何？对，这个是比较大颗，它味道比较没有那么明显。哦，这个是比较甜。好啦，都好都好。